谁让你打麻将？逃过了不敢练，反正不和我说。哈哈哈哈哈！奶奶，反正不和爷爷说了，奶奶和爷爷两个之间了。老妈，老妈，走，跟我一起去我们那里啊？这几天了，啊，好吧，去不了了啊，好吧，明年我们在你们那里吧啊，好，好的，明年再过来一起，哎，好嘞，祝拜拜，哥哥，明年要过来住久一点哈，晚久点哈，最后一个月，啊，一个月而已啊，好了，是这啊，明年了啊。姐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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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姐哎，好了，海王不忙的时候，你就过来，过来耍时间久点。好的，不忙的时候我就把他们带过来，到时候过来耍个10天半个月。看小雨常来耍啊。不一样。你就不一样了。不一样了。哈哈哈。Hello。那祝拜拜，祝个拜拜，祝了。快耍去了。叔叔，祝拜拜。拜拜，拜拜，真棒啊！哎呀。跟你说拜拜呀。老妈，她要回去照顾。哎呀，照顾你的老妈，她就是过去了。就是啊，嫂子马上生了。啊，对，因为她如果说嫂子没有生的话，她都可以多耍一点时间。好嘛，哎，反正一家人有时间走动的。对了对了。走了，姐姐啊，你照顾好自己哦。好的。啊，小三要照顾好。外婆，哎，外婆到我们玩啊。啊，外婆，我们走了，外婆。好的啊。明年啊，老妈，我们走了，老妈。好了。哎，拜拜啊。哎，好的，好的。哥哥回家哦。好。杨洋哦，拜拜啊，杨洋哦。拜拜。外婆拜拜，外婆拜拜，爸爸。拜拜。拜拜。啊，把你赶走了。走。走，来，红了，你买啊！啊，慢点吧。啊，拜拜。哎呀，又在这儿了，你还没到妹妹了。啊？是啊，要在。嗯，就是来喊老婆呗。你看看，你看。你回来了，我家住哪边？住哪边？到家了没？啊。睡觉了，我是跟着哎呀，就叫出来嘛。来，妈妈爬了。放鸡呀！哎呀，哎呀，有呀！哎呦，我的，有没？没有，家里面起风了。来来来，爷爷，你来来呢？打麻将嘛，跟你说。你好，味道。你好，你好，味道。走，来。都是那两天打麻将，逃过了哈，不敢练，反正不和我说。奶奶，奶奶和爷爷两个之间了，哈哈哈哈哈。买东西啊，出来，我要走了。好了吧？家里面房事是大家的，我们再走几天。对啊。他说他累着了，那个打麻将不累着了哥啊？啊，总是喝什么时候那个打麻将，一点钟就打。都打那个了，都打电话了，打麻将了。那么打嘛？逢九吃吃饭，俺起名的嘛都叫。哎呀，我趁手儿走了，还是帮了大姐。哎，多多帮忙打。来来，多多来。哇！他们拿些哪的鬼鱼儿？大姐拿的。是吗，妹妹？大姐，你啥子？哥哥，这个衣服他们说买的不好看，我要拿回来给他们换好看的。那个人。买去给那两个小妹戴的，不好看了，不要烦。我这样的啥子？其实还是可以做的。小苹果这一套有点大了，我看到小苹果穿起好看的嘛。哦，裤子有点大，衣服有点大了，有点大，大又长。衣裳穿起水里。咦咦。
这下起风了，要冷。我想带上棉絮上街了呀。要哦。吹风车的呀。拉倒。爹给你穿的衣服，我们刚刚一到家，天气就凉了。这个衣服你看，好小了，短了。宝贝长大啦。爸爸要去工作了吧？你看爸爸急得很，他回来就要去了。赶紧挣钱给我宝贝买房房，对不对？好，坐坐坐坐，妈妈妈妈妈妈去。不要我，还在这会走路的不要人呢。你妈妈还在棉絮是吧？没得棉絮。有啊，没得棉絮。没得那种海绵被，你要那种海绵被的才行。不需要，都要棉花的棉絮才行。穿个二级干部，一个长一个短。管他啥的，随便穿。来了。来，妈妈抱下走了呢，走吧。来，抱下来。走，坐车去，我们去。走，给我们做拜拜，我们走了。给他做拜拜，给他做拜拜，我们走了。拜拜。来。我跟着爸爸去了。对，我走了。走哪里？走哪里？啊，你走了，来得不？啊。啊，走了嘛，好去了，来。来，你慢慢好去。嗯，天黑了啊，爸爸要上去忙。走了。嗯。好，听见啊。我去工作了，爸爸。你走吧。啊！啊！哎，你们回来干啦？啊！来干，要吃。哎，奶奶，我们回来了，你说。天哪，我们这些柚子都开口了。这两个都够了。啊。老大嘛。太急了。忙得很，啊，对，又开球了，开球了，左才几个嘛？对，现在三个够了。我那都是开球了，你看嘛。走吧。捞点衣服钱捞不啦？捞个好衣服。你们把小孩看好了吗？小孩看好没？还好啊，没带好啊。要找那些家里的可以。左才几个？走了，三个去的嘛。走了，三个去的。来两个被开球了嘛啦？开个嘛。这个。有了，那个。啊，好有了。那东西分点，分点水的。爸爸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求老公，老公。老公，老公。老公，老公。我自搞的了，我自搞的了。啊，不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去走了，你爸爸走了，你看看嘞。哎呀，你看看。哎呀，下来了。哎呀，下来不要人抱。看嘛，还得看。给他亲亲。快起来，你爸爸。嗯。要回去了，我们。爸爸，哎呀，哎呀，小东西都不要人抱了，现在。好，回去玩，回去玩。拜拜，你说，你拜拜，我们已经到家啦。嗯，好。哎呀，又一个。